好啦，大家翻嚟睇到我哋兩位球員盧君如同埋楊正光喺度猜俾你睇，仲有一張咁得意彎嘅台咧，就係呢個遊戲叫 Teqball。係啦，Teqball，唔係Teqball，就Teqball。係啊，呢張台就唔單止可以踢波嘅，仲可以打排球添。係啦，打排球叫 Teqball， 但係我哋今日就 兩樣一齊玩。係，crossover。係啦，嗱，今日我哋除咗有兩位足球員之外，好開心咧，係請到前國家女子排球隊隊長孫悦啦，仲有王霆鋒啊、港姐謝嘉怡、戴祖兒同埋鄧志堅咧嚟到一齊玩。好啦，第一回合就係孫悦加戴祖兒先，另外一邊就兩位足球員楊正光同埋盧君怡。 嗱，好簡單，贏嗰對捐10萬，輸嗰對捐5萬，打3分嘅啫。冇錯啦，我哋有朱 Sir 做球證。朱 Sir， 好，咁咧。同埋提下啦，全球嘅時候咧，係記得係要傳咗2次先可以打翻去對面。跟住落開波先睇波嚟咧。我哋打3分波啊！我哋先開波，我哋先開波。哇！目標係要中六台嘅。好，開始。佢哋用手。哇！繼續繼續繼續。OK。一比零，一比零。雖然雖然。好，對面開啦，到對面開，因為分數問題。好，對面開啦。係。 好，第一波，叻波，叻波，石根上，好嘛，我都試下，石根上，OK，一球一上，係咪球？又散，好，石頭，球除到，好，果然又球，俾翻球，準備啊，係，踩落去，俾啊，俾啊，唔關咁細力啊，佢慣咗散，好，到祖兒開，一比一，有得攣嘅喎，二，哎，繼續，哎。 哎呀，哎呀，因為如果佢其實犯咗，佢犯規，因為佢點樣射下，三下就一定全部贏啦，一比一啦。好，好，全國先，邊開波？一個尖，再尖，好，哇，我哇，得死咗，太近啦，太近啦，OK，我哋贏咗啦，呢個贏啦，已經贏咗啦，即係話足球員呢邊贏咗，足球員贏咗，佢哋捐10萬，呢邊就捐5萬啦。好，繼續第二組，繼續，第二組。 石根game啦，我第二組繼續就孫悦同黃霆鋒，另外一邊咧就係戴祖兒、謝嘉怡同埋鄧志堅嘅。喂，我哋要混合喎，阿霆鋒要用腳喎，孫悦用手喎。係啊，冇錯。Crossover喎。好嘅。嗱，咁啊，因為嗰邊弱得滯咧，我哋啊加3個，加3個打兩個。好，幾個都中咗。好，邊邊開波？我哋目標右邊開波先。我哋啊堅開波先。我哋自己嚟，石根發，孫悦，二、三、三。OK。OK。OK。 要小心啊！一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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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
運動員就唔習慣呢啲嘢，佢玩追二比佢三個贏咗兩位，玩追二比佢三個贏咗兩位職業運動員，偏偏缺失物，你哋過嚟先，過嚟傾下先。 我哋今日同兩場比賽，見到三個。打排球咧，叻到不得了。但係呢種籌款方法，你覺得冇好冇玩先？好新鮮啊！第一次射波，我都好開心。最主要係最好意係幫東華籌款咯，希望大家出力出錢。 好，咁啊，再次多謝收睇王霆鋒咧，佢都喺亞視東華啦，做個試過腳嘅喎。不如你講下感受啦，有冇好玩啊 ？game， 我覺得短時間內要用頭啊、手啊、腳咧，其實都幾攰嘅，即係同踢波差唔多嗰個運動量。你今日表現好曳啊，唔好講嘢啦。我哋咧知道嗰邊有好嘢，我哋不如俾嗰邊。好，我哋下一次轉邊副線先。好，點啊，一齊一八七八三三三，有好消息。 而大祖兒、前國家排球隊隊長孫悅、謝嘉怡、王霆鋒、鄧志堅就挑戰打桌上足球，這個新穎玩法都令佢哋玩得相當過癮。我同 Lisa 練咗差唔多成個禮拜，所以我哋由一開始真係完全唔識踢，其實佢最勁咩？其實佢腳先係最勁咯。係，但佢啱啱冇能唔能夠 show 到出嚟，我覺得有少少遺憾嘅呢樣嘢。係用腳係好玩啲嘅，用手係。
難啲咯，難啲咯。但係呢個遊戲係好好玩，希望多啲人會玩下嘅。嗯，咁問下女仔會唔會覺得反而真係再難啲咧？我想講咧，我係好羨慕孫悦咯，因為我嗰身高咧，張台係糊噶嘛，我係睇唔到對面張台㗎。但係孫悦係見到，係睇到，又睇唔到，係憑即係亂嚟憑感覺去打。你自己覺得成個過程會唔會都有難度咧？都有少少。都有難度，因為你個體好細啊嘛，你個打得太反彈啦，唔像之前，所以都有少少難度。因為練得唔多，我哋練咗琴日一日啫嘛。琴晚呢個陣容係琴晚先開始組成咁滯。